这学期的学生们如期返校呢，应该说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所以我们做的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遵循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这样一个原则，确保我们每一个进入到校园的孩子、老师必须是健康的。这个学期呢，我们所有的年级都已经恢复到常态化教学，体育课和课间操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我们减少甚至 取消大的人流量的这种聚集性活动，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学期有一个完整的校园生活。